为了照顾社区妈妈以及居民的健康，嘉义市东兴社区特别地母亲节前夕结合阳明病院，27号上午举办欢庆母亲节社区居民健康检查活动，吸引真侪民众到场参加。里长杨炳炎表示，希望透过这场健康检查，让当年辛苦的妈妈以及居民会当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并且提早发现疾病，提早来治疗，爱护家己的身体，欢喜来过一个健康的母亲节。为了照顾社区妈妈和居民的健康，嘉义市东兴社区特别地母亲节前夕，结合阳明医院27号上午举办欢庆母亲节社区居民健康检查活动。病院除了各项的基本检查，现场更配合医生助诊服务，吸引不少社区居民利用假日前往检查。东兴里里长表示，每年东兴里都会举办健康检查活动，今年特别地母亲节前夕来举办，希望透过这场健康检查，让当年辛苦的妈妈以及居民会使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并提早发现疾病，提早治疗。阳明医院吼，嘛是伫个阮东兴里啦吼，算起来是讲阮东兴里的好厝边啦吼。啊，借着这个对妈妈的健康检查吼，互因对一寡基本的啦吼，包括血液检查、哦粪便检查，这个初步的检查吼，阳明的三高、阳明的血脂、啊阳明的血糖吼，啊借着初步的检查吼，啊互因。早期发现是不是有这个慢性病的潜伏，早期来做一个这个运动或者饮食的调节，来做好身体的保养啊。今天很高兴跟东兴里的杨里长配合因为我们杨明医院也是在东兴里，东兴里的里民都是我们的好邻居、好厝边我们很希望能够今天替他们提供良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服务那而且今天也母亲节也快到了。配合东兴里一起举办这个母亲节的一个庆祝活动希望所有的里民都能够永远长寿、健康、快乐。东兴里里长强调，有真侪民众因为各种因素，无得前往病院进行健康检查，因此特别伫母亲节前夕和病院结合举办社区检查，透过检查的方式来为社区居民的健康把关。新闻电视台王小璇甲其采访报道。